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本期的吃货本的驾驶员，我们今天要来开始在这个可怕又湿又臭又恶心的环境中啊，找寻我们的一片生机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上一回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超能力，我们就可以试着开始把一些东西给丢进去。不过呢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再往下一点哦，再往下一点找到一些比较有资我的食物嘞。有一点钱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我们就来去个地狱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都没有意见嘛啊？我觉得去地狱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因为地狱它有很多类似荧光石这种，还有有可能有几率。哎，对哦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这次有等价交换了，那是不是可能找玉髓锭的速度会特别快？毕竟我们会破坏地形。对吧？试看，这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这什么东西？看起来是个钻石，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充满力量的钻石，再做成这个叫 Ever First Horseshoe for more information. OK, Card do frozen your amulet on the sheet. 右键去高速的游泳之类的。乱翻啊，完全看不懂，笑死！没啥，那个不是很重要。反正到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知道。可能甚至我们根本连那个都不用玩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个等价次元的世界，基本上我们在这里就是有钱，好不好？我只要越来越有钱，大家就会跟着越来越有钱。当我越来越有钱，就很多人想看，很多人想看，我就越来越有钱。然后到时候我就会发财，我就离开这里，然后跟大家 say goodbye。哇哦！我都已经把我这辈子该做的事情都跟大家交代好了啊，跟大家不是这样子，就代表说你们不要少看呢啊，不要误会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讲废话，我们先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要使用离开大法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存档。在这个版本呢，是极度的不稳定啊，在它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之下，做那种超大型的瞬间移动都会造成游戏 crash 啊。好嘞，我们顺利回家了啊！你们都不知道经历这个要回家的过程是多么的可怕啊，多么的可怕。我们来烧一点东西进去给他好了，我看一下我们可以烧什么。我们来试着烧煤炭，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卡莱恩之心才能充电。对，这个要烧是不是应该来点自动化之类的？我来安排一点自动化好了，这样的话我们至少烧东西的速度就可以不用管它一点。两张床的话，我帮你们改个位置啦。我想说我家好应该是不会感到太孤单了，至少还有那个什么村民陪我啦，所以就你们两个的床就睡到旁边去，这样好可怜哦。这可以升级吗？我觉得我的钱应该够。我们来做个钻石的版本好了，钻石一二三四五六，我是不是应该要保留些什么东西去？好像有个什么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我却不记得了。应该不是很重要吧？应该吧。钻石熔炉这个东西要多少钱啊？83,900多块钱。OK， 上面的话呢，还好哎，其实还可以，还可以再放，还可以打开。啊，你会自己烧吗？所以他刚怎么？他怎么刚怎么燃烧的？自体燃烧技术，哇哦，好厉害！我记得这个也可以当成是煤炭来用，对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也可以当成是高级煤炭。这个天然晶体釉，我觉得这东西也算是，算是蛮贵的东西。我想把它定个500块，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？应该可以啊，这是500块，然后这个是稀少的话就100块，500块，好不好？我就定个500块，我来看一下哦。PRO Project Seed EMC 500块，这是500。然后，这个的话呢是少量的，所以我们就给它100，这样子。那这样，这个应该还有一个版本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还有一个版本，一个是稀少，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丰富吧。丰富的话可能要800，丰富的话应该算800好了，算800好了。好 ，RELOAD reload 一下 ，reload 他们就会有 EMC 了。稀少500，然后天然晶是啊不，天然晶值是500，然后稀少是100块，对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给存进去了，这个也存进去，这个晶体釉我还不知道可以干嘛，所以先暂时先放着。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来做，这个啦，绿宝石砖可以，9个绿宝石砖来吧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哦，我终于做出这个史上最贵的东西，好可怕的价格啊！这个箭矢还可以再升级吗？变成爆炸箭矢？我记得应该有击退箭矢，有埋葬箭矢，
OK， 有 TNT 箭矢，可是很贵。那我想做，我想做 TNT， 好贵哦。这一节多少？16000，其实还好。然后 OK， 走，16000其实还好。然后把我们的可爱的小小的绿蜜蜂，记不去，自己盖的自己记不去。1234，我会不会房间给太少啊？会不会房间给太少？因为它只有一间而已，有点可怜哎。算了，反正应该是不会难过到嗝屁吧？话不好说，他可能随时随地都会直接给你88亿，说不定。好，走，我们来去地狱，来拿个吃的，然后我需要再拿个几个空瓶。那为什么需要空瓶呢？因为我们要吃 get buffet， 不是，那个我们要把它放在这里，不对，好，放在这里 ，OK， 开始旋转。什么东西都没放在转屁，什么傻子！哎，不要吃掉我的金风草哎。OK， 好，有50几个金锭，我看一下我这样赚多少钱了。我赚了22000啊，22万。嗯，我就说嘛，蜜蜂是一定要的，这东西会让我发大财。OK， 放进去。好了，有了面包，有了食物，有了爆炸箭矢，那我们就正式出发，来去我们的更发财之旅。我吃面包。哇塞，我已经忙了一整天，都这么快就过去了是吗？哇，我来试试看爆炸箭的威力怎么样好了。哇哦，可是三箭的怎么还没炸死他？他怎么那么硬？好像可能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哦，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哦。我现在小心的就是，虽然我这样子这样轰炸这东西，轰炸这些东西是很快，不过。多少还是要小心一下，岩浆是很可怕的。这个不要，我记得，玉髓应该是不会出现在这么低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先从最小的开始。我们先自己挖出一条道路，我们先挖出一条道路，像这样慢慢走下去，有没有？慢慢走下去，这看起来就，你会炸，我不会炸，是不是？啊？哎呦，好。他居然挡得了我的那个爆炸箭矢，好扯哦！哇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伤害会不会太多了呢？先补个血，我现在装备很烂，不要这样，我快被烧死了。叫他妈的过来塞，叫他妈的咕噜咕噜咕噜，好像挖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中介的青金石，应该算是用中介脏掉的青金石之类的。然后还有什么移动箱？不。哦，这是那种地狱矿石，反正就是地狱系列的东西都会变脏，我们只需要经过合成之后，它们就会变干净了。对，不要过来，嘿，走开，它爆炸没有声音哎，这么的照顾环境是不是？不错，我也喜欢照顾环境，虽然我冷气都开到最强，没有的啦，开玩笑的啦，插在墙壁上，走。咱们一阶一阶往下走，看能不能到至少负哎、欸，好像听说是16，是不是16附近就可以开始找玉髓了？所以我们就啊，我来不及。我没有钱的，我来不及，救命啊！我怎么身无分文呢？我怎么什么都没了？我的天，我好烂哦！我曾经有过什么、啊？我想一下，我曾经有过，干什么都没了，然后我还忘记有些东西我没有存哦，我的天！太惨了吧！哦耶，各位你们看，东西还在这里，因为这是炼金包包。炼金包包它只要一做出来之后，会永远绑定在玩家身上，所以它不会消失。怎么会有人这么蠢，掉进自己的陷阱？怎么那么笨？可是你说真的，这东西真的是很危险哎、欸！哇 ，OK， 一个不小心就掉进去了、欸，这也不能怪我，这就是。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游戏嘛，虽然花了一笔钱才把东西拿回来，没事啦，
小心走，小心走，小心走，一步一步来。一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立马掉头，好不好？立马掉头。岩浆嘛，换边，换边，换边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石，谁？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直扣血？为什么？遭到挤压？什么意思？啊？遭到挤压？谁挤压我？谁？什么意思 ？I totally understand。又有挤压？是因为这里太挤吗？不管，先把东西捡起来。啊！我在挤压，没了，我没有挤压了，什么状况？为什么会有挤压？什么状况？我不知道，我快死掉了。先补血，先补血。我来收集这个小东西就好了吧？啊 ！OK， 我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太可怕了吧！太可怕了吧！我这样子还要找玉髓吗？啊，这东西有多珍贵？很多很多吼，快跑！有了有了，我到红石区了，我到红石区了。钻石，地狱钻石，谢谢，这一定是老天爷在眷顾我，谢谢。我们往上走一点点，大概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开到最大 ，OK，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次数就在这里，开按。地狱中的东西一定都很贵，深藏不露，我拿到第一个了。远古遗骸，这个烧人有12288好爽，好爽，好爽。好了，没电了。对，我们的快乐时光总是就是过得特别快，我们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们的实力不够好，能够用的东西有限。不过，既然我都拿到玉髓了，我们就可以在网上升级一点东西。虽然我现在还是很穷，对，我现在还是超穷。我们应该开始做一些什么太阳能那种充电器那种东西，对，应该是要开始来做了。好，瞬间移动回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样子累积多少钱。我觉得应该很多应该蛮多的69万，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做。我们现在做一个天堂密度宝石，需要暗物质，暗物质是来自，这一颗球，来自能量收集器。OK， 需要荧光石、钻石、玻璃跟熔炉。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做，叫做这个。这个是一个EMC 戒指，这个不是，应该说 EMC 项链。这个东西是一个来自 EMC 的模组啊 ，EMC。它这一套系列呢，有一个非常 OP 的功能，就是它的坠饰可以戴在身上，然后自己产生 EMC。我们只要戴在身上，自己本身就有 EMC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来到多扯的进度，它可以做到最高级是这里。每秒为你生产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，看起来应该是200亿，每秒200亿，你们懂那概念吗？要做到这个程度，你们就知道这东西要多贵，多贵，多贵，多可怕，超可怕！光是看我都觉得，哇塞，这简直是太顶级，你知道吗？太顶级。可是我们可以先从最小的开始做，这是最小的，只需要能量收集器加这个。我现在没有吸带式，吸带式 EMC，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那个充电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办法存，所以我们需要等到我们的这个转换桌做成吸带式之后，那个效率才会比较好，对，才会比较好。好，然后做完这个之后，我要干嘛？我要做这颗球，所以需要粘土。哎呦，居然需要粘土了，是不是？需要粘土了？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就来去收集粘土，或者是直接我直接去收集粘土好了。看着我的床，今天没有我的位置，我需要两颗暗物质、黑曜石跟钻石。暗物质。黑曜石跟钻石，干，我没钱，怎么可能？干，我只能够靠它了。丢，好，一二，然后一二三，再一颗，好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，然后再是两个什么？再两个什么？两个什么 ？Please tell me， 黑曜石，黑曜石很便宜，我可以买。一二 ，OK， 来。天堂秘密宝石成功了，然后就可以啊，我们应该设个黑名单还是干嘛的？暗G可以改换，接下来我们要换到钻石，可以换到暗物质啊。然后，右键设定白名单，
黑名单跟白名单，这个我就觉得还好，这个就丢进去里面，反正我们不要的东西全部丢进去，他帮我们全部换掉。对，还要再搭配一个黑洞戒指，可是我现在没钱了。我来看一下我的蜜蜂为我们生产了多少玉髓了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绿宝石，我们用绿宝石，绿宝石比较贵。好，来，虽然很少，但是加钱用了，三颗嘛 ，OK， 所以再来，哎、欸、呦，四个了 okay,、我们全部换，全部换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很穷。感谢蜜蜂救了我们的人生。应该还是可以让我们再多撑个几天吧，我看。一二三，啊干，拿出来。一二三，好啦，18000啦，至少还有18000啦。我们把18000换一个暗物质来让它吃掉好了。嗯，不行吗？还是因为太多了，太贵了，对不起。那换个绿宝石好了。对，主要是要拿来充电啦，主要是拿来充电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电。No 电 ，No life。OK， Did you see that？ No 电 ，No life。你们两个就像你们两个这么的亲密，总是需要来点爱的火花。好了，今天的实况操作这里告一个段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啵啵啵啵啵。